当前哦，我阵身体刚无好，我正今年八十岁，进城集团的总裁哈，他交代我来探视我，来为了要保养哦。啊，所以这一礼拜我拢来探我，探视我这上班，安排伊哦，我了感觉人感觉讲哦，身体够进步起来，我昨检查了吼，我真欢喜，家己感觉讲。运动了行行的吼，啊，过来再倒一个圆盘椅吼，可是也好好安尼啦。哦，我过去是袂流汗，啊，即马只下了吼，即马运动行路拢会流汗安尼啦。哦啊，所以，我即马吼想讲迄个要来发动一个同好会吼，即、這个对这个趣味的吼，老师吼大家来参加咧。那我们会帮您测我们的体重、BMI、体脂肪、骨骼肌率、基础代谢、你年龄、内脏脂肪。那我们在躺延盘浴的前后呢，都会做这个数字的测量。那这是他这两年来两年左右哦躺的数字，越来越健康了。对啊，身体非常的健康。这是今年的啦，这个都是今年的。好，谢谢。在。